防疫期间这八点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防疫期间很无聊，这八点大家都做吗？有追剧，对不对？刚才有追剧，然后烹饪，像我最近很爱就是煮东西的时候，我会看那个网络食谱，然后我已经就找到好几个就是很会煮饭的网络专家，然后他们就是那种网络美食家，然后就是会把自己烹饪的就是过程放上网络食谱。但是朱茜在家里头有做运动、欸，我没有每天呢、啊，就是我如果、因为我通常一个礼拜最少会做一到两次的瑜伽，所以我这几天还是都有稍微做一下练习。然后因为真的闷在家里太闷了，那因为我是住在山区，所以我有两天有出去做散步，就是稍微运动一下这样子。